You said it was the last time, but you keep coming back to town. Sorry that you take back all the things you said just to hurt me. And I just went cold, but I'm still burning. And I just went cold.
怎么那么可爱？有一个很小的，好像也是他姐姐的小孩。小男生啊，然后那小男生。对啊，他小孩没有那么小。所以他就跟他老板说，这样没办法做啊。对啊。OK。夜夜要吃饭了。对啊，不知道要不要吃。这个是羊奶粉，好多人在问，我们这次换什么牌子？阿塞，就是一个纽西兰的啦，山羊奶粉。因为原本的那个 Miss Pat 他现在已经买不到了，真的是问了各大厂商，甚至我直接上他经销商的官网看都写没有了，所以我们后来就换了一个品牌这样。但爷爷吃了这几天试下来，他的肠胃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状况，应该 OK。 爷来，你要认真吃哦，你不要再像之前一样都不好好吃哦。今天把他那个项圈拿下来，让他的皮休息一下。大
推特推这家平镇的卤味车，只有礼拜天晚上会来平镇文化国小附近。Oh my god， 肉都切超厚哦。他今天忘记给我们高丽菜，因为我们有点高丽菜，高丽菜也是给山一样的多，而且很便宜。因为以前我也很爱买那种什么三顾茅庐或什么小猪什么的卤味，就可以吃到很多菜，就我不用一个就去买很多菜然后自己煮这样。可是他们真的都好贵，然后这一间真的是他平常会去市场摆摊的一个老板。对对，很好吃。现在为了局部气氛，热气向上来，那些血呀、跟热气、温泉那些全部到你的脑回路下去。又来又来，这样按摩的宝宝，没有人一直按摩的啦。我们已经迟到了，现在赶快进教室，希望还没点名。开学的第一堂课就迟到了。没有擦乳液。到想立刻穿，哇！老公好会洗衣服。好美很多，折一折。袜子。那个有，这个是今天穿的。哪一个？衣服，衣服跟裤子。爷爷来睡觉了。爷爷。爷爷，爷爷睡觉，睡觉，啊，去睡觉，去睡觉，哥哥。
你明天要穿什么颜色？黑色。对啊。是这样。对啊。跟这个发热衣吗？对啊。那你的牛仔裤嘞？跟那个啊。哦，跟那个。睡觉吧，哥。失禁，对，好可爱，他大便哦，是大个便给他，没有，八点出门，九点看诊，那、你今天可以不要打呼吗？可以吧，晚安。我们都接受，一定是彼此不够成熟，在爱情里分不了轻重，城市打过了头，不能退后也无法向前走，爱是一个自私的念头，把寂寞消除的理由，剩下的那些感动能记得我只能永远读着对白，读着我给你的伤害，我原谅不了我就请